我看不如天邪岛暂居我圣丹宗，我们两大势力联手承蒙圣宗主收留。君岛主客气了，但凡封印之地必有天地灵物。圣宗主放心，这灵物我君某必定不会一人贪占。七十二岛屿出现的也是颇为奇妙，可以看出这海底深处乃是一片阵法，不然数千年的积累不可能平白无故出现岛屿。穆盟主所言极是，看来还是需要一探深底了。全无邪，好久不见。哼，狂妄，别想活了。哼，全无邪，老子纵横四海之时你算个屁。刚来到这里便是看到各位想要火拼，你竟然到了涅槃境七重。全无邪，听闻你投靠了圣丹宗，圣武义此人心思狡诈，你投靠圣丹宗简直是找死，不如来我绿影血殿如何？孟一凡，休得狂妄，你绿影血宗换了个名字就以为是中州第一势力了吗？那我算不算？林清风，你云家蛰伏这么多年，现在也要来插一杠？还不止我呢，还不现身吗？石心玉，怎么在这里碰到了？你就是慕云，好好待我家心儿，否则你是云盟盟主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那是自然。各位就在这里闲聊吧，我就先下去。慕云，见过星月护法。身为一盟之主，凡事不能亲自犯险，你最好不要离我太远，明白吗？多谢护法关心。我才不是关心你，只是不想让我女儿因为你难过，还有那个老家伙。男人当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仙游护法放心，心雅妹妹和王老前辈一切都好。你小心在我左右，尽量不要与我分开。穆盟主，雷神谷聚仙阁的人还未到。他们会到的。石中原，雷元子，我奉劝别碰到慕云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畏手畏脚了？我儿子死在慕云手中，今日死的必定是他。哼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四大封印，你当真是要一个个解开？三大封印没有一处是经过我的手，如何能这样说？而且第四道封印还能不能挡住？雷震子，不比我清楚吗？